反正我不打算结这个婚了。什么？幸福对于我来说，除了爱情和友情之外，我更需要的就是双方家长的祝福。无论少了哪一块，对我来说都不是幸福。那，定强知道你的决定吗？ 我现在就去告诉他。 全世界最美的新娘潘晓露，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哎，我明天打算这样讲好不好？你怎么一个人来啊？我让他们先不要来了。为什么？我真的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嫁给你。我昨天想了一整个晚上，我甚至没有办法说服自己，我们现在下这样的决定究竟是对还是不对？当然是对的啊。你确定吗？没有亲人真心的祝福，我们怎么可能幸福啊？ 又是因为奶奶？不是。白承诺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为什么要等到阻碍去除以后，我们才能够在一起呢？我们要先在一起，然后共同面对阻碍，不是吗？你还记不记得在台北的时候，你在那个高楼上跟我说的话？说，你到底要不要认输？不认。真的不认啊？ 不认。尹定强，请你要记住你现在的这种感觉哦。啊？既然不认输，就要保持着一定要赢回来的这种动力。有了这种动力啊，幸福就会在远方跟你说嗨。小诺。 你的那一段话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后来只要我遇到困难，我都会想起那个晚上，想起你说的那些话。你还缺多少勇气？我给你，但我不要你在这个时候认输，这个时候打退堂鼓。我不是认输，我是拉长战线。 定强，原谅我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嫁给你。幸好今天担任伴郎的是我，而且还带了手帕做了准备。不过还是要省着点用哦，因为你今天的眼泪，很像一条河，好像要流到很远的地方去。哭吧，有时候眼泪可以冲掉很多东西。 让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。但是我现在好像什么也看不清楚了，我只知道，我现在不能跟定强结婚。那就不要结婚吧，要相信自己的直觉。嗯。 陆森，谢谢你一直以来都这么支持我。你怎么说这种话？我是你的干弟弟，当然站在你这边了。哼，有一个临阵脱逃的姐姐，很丢脸吧？不。 其实相反的，我觉得你真的很勇敢。也许有的时候，该要逃跑，就要鼓起勇气离开。我也不知道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，但…… 好像没有办法挽回了吧？其实你心里早就有了答案。现在你不能结婚，并不代表以后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。你和学长这么相爱，幸福只是迟早的事情。你就对我这么有信心啊？哼，我对你的信心高达100%。 紧接着，另一件证明我对你有信心的事来了。我要去一趟法国。从今以后，工作上的事情我会交给雨培处理。至于家里的事，交给你这个姐姐，我非常放心。全部交给你，可以吗？你只不过是要出差而已，干嘛讲的一副好像永远不回来的样子啊？ 总之，陆小森在这里祝福潘晓诺，不管结不结婚，依然幸福美满。潘晓诺也不会放陆小森一个人去幸福的。你呀，跟雨培也一定要幸福才行啊。难道？ 幸福是有条件的吗？谁规定的？非要两个人在一起才能够得到幸福啊？其实我一直过得都很幸福，只要还活着，我就能想起一些曾经拥有的美好。 已经很足够了。你又来了，不要再顽皮了。这不是很好吗？如果我以后的人生都能活得这么率性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妈，你看我穿婚纱应该很开心吧？不过，我现在要把它脱掉了。 因为我决定要无限期延长我的婚礼。我知道你对我的祝福都是真心的，也知道爸很期待看到我跟定强的婚礼。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，眼看着我的幸福伤害到所有的人。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幸福，那这场婚礼还有什么意义？ 经过这些日子，我越来越清楚为什么你会那么恨董事长。当我一次又一次被董事长拒之于千里之外，我就觉得好对不起你和爸。 辛苦把我抚养长大，不是要让任何人来欺负我的。可是我怎么会为了爱让步一次又一次？ 这次取消婚礼不是让步，是宣战。我决定用我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切。上一代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。 这一次，我会努力去做我觉得对的事情。而且，如果妈和董事长的心结没有解开，我是不会跟定强结婚的。 都有好多可以去恨董事长的理由，但是我选择不恨他。因为我知道，恨只会让我们变得不自由，妈。 如果你选择接受我的决定，那就跟我一起自由吧。不管我和丁强的结果是什么，我永远都会站在你这边。 董事长在吗？啊，在，请进吧。跑到这儿来做什么？ 是来向我耀武扬威的，董事长，我来这里是要告诉你，我已经取消明天的婚礼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既然婚礼都已经取消了，你不会跟定强断绝关系了吧？果然不出我所料啊！你是担心和定强一结婚就变成了穷光蛋，所以来取消婚约的是吧？楠楠，你错了。我只是觉得，如果得不到你的祝福，我不会跟定强结婚的。哦，以退为进，是吧？如果董事长你要这么想的话，我也无话可说。哼，但我做的所有妥协都是为了定强。说的好听，你以为你这种感恩的态度，我会高兴吗？啊，你是不是还等着我感激涕零的说？ 你没抢走我的孙子，我谢谢你。哼，我是希望董事长你能够明白，定强他是值得被大家祝福的，他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跟我结婚。但在未来，我还是会待在定强身边，直到董事长答应我们为止。 来告诉我，说要取消婚礼。哼，你一头热的想和人家结婚，却被潘晓诺摆了一道。你还认不出他是什么人吗？潘晓诺，他是担心一旦和你结婚，就变得一文不值。这是他打退堂鼓的真正理由。为什么奶奶总是把别人想得那么不堪呢？ 你担心他会离开你吗？放心，她是个聪明的女孩子。她在你身上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之前，她是绝对不会轻易放手的。奶奶，我真的没有力气再跟你争辩任何事情。但我只想告诉你，就算是婚礼延期，我也不会放弃小诺。 可能是你爸爸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想，或许你看看你爸爸的遗物，能带给你一些力量吧。你慢慢吃，我先出去了。结婚了，无法亲口跟你说一声抱歉。软弱的我，只能随手写下这些心情。虽然我知道，阿锦，你是一辈子也看不到这封信，得不到上一代的祝福，和你分开，是我这一辈子最痛的一件事。 不是没有想过要反抗，但为了爱情毅然和家庭断绝关系，我该怎么样告诉我们的下一代这样的遗憾呢？请原谅我。亲情是一辈子无法切割的。谢谢你曾经带给我的那一段美丽的时光，拥有那些对我来说已经是足够我用余生来回味了。我懂了，董事长，您的命令我当然照办了。少给我油嘴滑舌的！你给我记住啊，如果你让定强知道了这件事情的主导是我，你不但得不到一分钱，而且我让你在这没有任何立足之地，让你滚回台北去。妈，哎，没事啊。婚约取消了，我得回台北，亲口跟你爸爸解释婚姻取消的原因，免得他瞎操心。对不起啊。哎呀，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呢？你明明没有做错。哎，做了你26年的妈，我早就知道你做不到。因为当年的我，同样也做不到。妈，那你不会恨董事长了吧？我恨他，恨得很深。但我有多恨他？就有多恨我自己。现在，我恨他不肯成全你和定强，同时，我也在恨我自己，连累了你们的婚事。妈，原谅一个人不是比较快乐吗？过去的事情，就请放下吧。妈早就该放下了。多亏你昨天录的那段话，点醒了我。老天爷待我不薄，有你们3个，还有你爸。而他呢，他除了用钱笼络几个晚辈，他又拥有什么？好了，不要胡思乱想了，我该走了。那我去帮你打车。哎，定强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是我叫他来的。丈母娘要去机场，当然得叫未来的女婿来送机了，这是她的本分。安小诺，干嘛用这种表情看着我？怎么，婚没有结成就对我一脸愧疚？你自己说。结婚前夕取消婚礼，又跑去跟我奶奶示威，该怎么办？这样吧，就罚你这辈子都不能够嫁给别人，只能够嫁给我。好啦好啦，快送我去机场吧！一个老潘呐，就够我烦的。没想到未来的女婿啊，也这么贫嘴。潘妈，我昨天在我家找到了一个东西，虽然隔了好多年，但我想还是应该亲手交给你。是什么？ 这是一封隔了好久好久才能够送到收件人手上的信。那封信是？那是一个让我重新振作的秘密。我老爸来不及完成的幸福。 还有无法对抗命运的遗憾，这些事一点一滴的都触动着我。潘晓诺，你做的对，亲情是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切割的。亲情跟爱情的平衡点，我老爸做不到，命中注定该由我来帮他完成。 婚礼不是喊停，是待续。我有信心，一定是个大团圆的结局。定强。 谢谢你，潘妈，我们该走了。但你放心，下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就是我跟小诺真的要结婚的时候。喂，你好，陆森工作室。你说那个设计方案吗？那个要等陆森先生回来之后再确认一下。不，麻烦你了。好，再见。雨培，这些都是陆森的信。哦。小诺，你知不知道陆森这次究竟为了什么去法国呢？他要去多久啊？ 你知道吗？我没有多问呢，他没有跟你联络吗？没有，而且我也联络不到他。我以为他出差会跟你说呢。喂，你好，洛森工作室。啊，新加坡的生活杂志啊。对，之前是我接的您的电话。那个需要再评估一下。 见面，那好，我尽量帮你联络。好，再见。怎么了？我现在真的有点担心了，工作这么多，堆积如山的，可他却不见人影，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他会不会是因为工作太忙，行程太紧，所以才没有时间跟你联络啊？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，到底是什么重要的案子，可以让他把这么多工作都扔下，竟然连我这个女朋友都不管了，一个人跑去法国。你知道吗？陆森不在，什么事情都做不成，很多方案还需要他去落实。还有刚才那个电话，那个新加坡的杂志社已经打过很多次了，他们说不想放弃，想要出一本生活品味性质的杂志，他们想让陆森当总编辑。 总编辑，哎，小诺，可不可以在陆森回来之前，你先跟他们接触一下？编辑不是你的专长吗？那样的话，就可以先了解一下细节了，好吗？没有问题啊。这是我们旗下现有的茶室。这次呢，我们计划在原有的时尚、健康和美食之外呢，另外还有一个关于设计和生活品味的新杂志。不知道陆先生感不感兴趣参与？抱歉，在陆先生还没有看到这本杂志之前，我没有办法做出回答。如果陆先生愿意到新加坡来上任，那么我欢迎他带着他的团队加入我们的集团。像潘小姐这样的人才，我们也是非常期待的。您过奖了，不过我会帮您转达给陆先生的。好吧，稍后也不早了，那我也该走了。我们非常的期待你能与我们合作啊！再见。再见。杂志编辑，这不就是我以前梦寐以求的工作吗？没想到我离这份工作距离最近的时刻会是现在。可惜，这个梦好像已经离我很远，远得遥不可及。哎，不要打了！打到我就报警了！喂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小诺。 方祥一，今天算你好运气，下次就不会这么走运了。我们走，走。小诺，谢谢，谢谢你救了我，小诺。也不枉我们曾经好过。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 我会救你，只是因为我还有一点点良心。难道我们连朋友也不算了吗，小诺？我没有你这种朋友。对，是我恶贯满盈，我活该，我不是人，小诺。至少在最后，我还能跟你说声再见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为什么要寻死啊？你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吗？就算你被打，就算你欠了赌债，也要勇敢的活下去，不是吗？你别说了，我是个坏蛋，我不值得你来找我，小诺。相信我，如果有下辈子的话，我一定会做个好人的。 今天，你就当没有看到我，让我一个人悄悄消失在这个世界好了。喂，对，你是个坏蛋，但是你可以改啊，你这辈子就可以改，为什么拖到下一辈子啊？小诺，我欠了一大笔钱，如果现在我不去死，到时候我还不上钱，他们会让我死得更难堪的。你欠了多少钱？你愿意帮我吗？ 你到底欠了多少钱啊？50万，我欠了50万。算了，50万对你也不是小数目，我不想再连累你了，小诺。死是最懦弱的解决方法，我会帮你努力看看，我会帮你筹钱的。小诺，谢谢，谢谢你，小诺。 谢谢。谢谢。请你离我远点。对不起，我一时失态。董事长，您放心。对，照片已经拍到了。对，他已经上钩了。放心吧。好。好。 麻烦问一下，送你一份爱的礼物，我祝你幸福。不论你在何时或是在何处，莫忘了我的祝福。人生的。 找你。